地里的海椒成熟了，我们现在要去摘海椒去了。看这里的海椒特别多，红红的，哇塞，太多了！我们今天去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海椒全部摘完。海椒去摘喽，摘摘大蒜喽。再来抛起，就晒红海椒，晒起推海椒面，自家晒的海红海椒，推的海椒面香得很哦，抛起也好吃。旁边还种了很多的萝卜，长得特别好。看，尤其是这一颗，哇靠，挺大的。这么大。旁边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摘的海椒。这么多辣椒，马上我们就要摘完了。看，和刚才那个红红的相比的话，现在就是一片青色了，辣椒全都被摘掉了。看，已经摘了满满的一倍都。对，因为都传好了。嗯，看，偷懒的阿斌回来了，我们的辣椒都弄完了，他才回来。我刚刚专门去躲懒去了。什么叫出去忙去啊？他去躲懒去了。够漂亮吧？我家的这个辣椒，你看，红透透的，大红大紫，就是没有紫啊，红是红透了的。希望我能大红大紫，就像这个海椒一样。现在我就把它拿去晒起来啊。这个是圆圈圈的吧？
好，挂好了啊，以后呢我们就会把这里都挂满，也感谢大家啊观看我的视频，记得点关注啊，谢谢大家。